吧，晚上睡不着觉出来找你的老乡好啊。可是你捂成这个样子，连你妈都认不出来你，你老乡好怎么能认得出来呢？就让我来看看你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你个贱嘴，别跑啊！要亲眼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胡闹。他生性如此，你又不晓得，他没走进我们房间要陪他饮酒算是识相。奸贼，竟敢夜闯瓦岗寨偷袭，拿刀命来！不对，有敌人。啊！到底什么人，竟敢看不起我们瓦岗寨，竟敢一个人来？难道你有酒汤面不成？呀！是什么人呢？先别管什么人了，程堂主伤势不妙，得先给他疗伤。夫人，你别吓我啊！哎呀，你再说三道四，以后端碗也要有人代劳了。不会吧？哎，扶程堂主回去疗伤。快快快快扶我回去啊！快快快快快啊！你跟那人交过手，有没有头绪？此人应该来头不小，身手不凡。是隐秘的火鹰爪。隐秘？这奸贼七夕来探虚实，现在正在庆祝，我又守在翟大哥坟前，正是瓦岗寨守备最弱的时候。自从三哥夺回瓦岗寨后，黎明已变成小庙不要大庙不收的无主孤魂，他来探我们的虚实又有何用？无主孤魂是真的，但不见得小庙不要大庙不收。你是说有人收留了他？站在黎明的立场去想，归隐山林是不可能的，他不会甘心，更不愿意每天活在惶恐中，他怕三哥有一天找他报仇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东山再起，消灭了瓦岗寨，杀了三哥，这样才能根除心中的惶恐。目下天下大事大致划定，他想要翻身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自立门户也不是李密会做的事情，太花功夫，他一定会找一个更便宜的方法行事。收留他的人会不会是王世充？很难说，李密的狡猾任何人都可能。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东征西讨，对群雄已构成莫大威胁，一个熟知瓦岗寨内情的人，又可以帮助抵抗瓦岗寨的人，有谁能拒之门外？我们倒是帮了这奸贼一把。糟了，来人，立即派人加紧巡哨，也许已有敌军来袭。三哥，我们也去吧。好。你们都要去，我也去。只有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休息12个时辰。三哥，姚金留下，弟妹李静跟我来。好。四处并无异样，是不是我太多心了？小心为上，你是对的。如果有敌人接近的话，山下哨兵应会有所警报。也许敌人
悄悄接近我们，也未可知。明天我们再多派探子到各要路打听消息。这李密选择的人一定非同小可，所以三哥，我们得趁早准备军备，一场硬仗是逃不了的。计胜。西北边对山，西北边对山，出城有什么东西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人翻涌兵器，建造蓝山，牵动马匹，埋伏造反。造反？好个一枚，真有你的！黑夜之中，竟能聪辨百里之外。这没什么稀奇。如果你从小生活在黑暗中，你可以。有闪光，从军这么多年，只有两种东西能闪出这种冷峻的光芒，一个是星星，再一个就是冰甲的反光。在对面山上，今晚是个大好时机，他们怎么会按兵不动呢？我也奇怪，李密去了以后，他们为什么不发动突击？因为他们要打持久战，在那儿安营扎寨，正是要养精蓄锐，等待粮草和后军汇合之后，他们一举攻向我们寨。你想到是谁收留了李密？收留李密，让他做向导，并能集结如此兵力打出持久战的阵势，对于所向披靡的瓦岗军来说，如今天下只有一帮人能做到，太原李家。